进步的视线与价值，将超越今天的标准与局限，改变思维框架，创造新事物。通过不断挑战与创造，积累人才与技术资源，加强学问与研究力量，檀国大学正在积累着足以撼动世界的变化。继承韩国独立精神的首所民族史学，传承70多年传统的檀国大学，开启了新的篇章，二次创学。走在时代前沿，开创全新的教育方法，在韩国国内大学中率先建设基于 AI 的智慧校园，培养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融合、创新、自我主导型人才。韩国대학교는1947년11월3일날독립운동가에의해서설립이된대학입니다천안캠퍼스는의료중심으로해서발전되는대학으로나가고여기는인문사회과학과그공학계열중심으로나가지금발전하는죽전캠퍼스는그런형태를띄어가고있었습니다开展探索式教学，让学生打破固有观念，培养非典型灵活应变能力，通过大学与企业的无限对接，尝试新研究。作为世界级水平的知识共同体，致力于发展成为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国际化大学。竹田与天安两个校区合并成为一个品牌，檀国大学继续谱写着创造性历史，以尖端信息通信技术与文化内容为特色的竹田校区，通过连接板桥与广桥科技谷的 IT 特色，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设立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大数据领域学科及软件融合学院等，是培养软件人才的枢纽。此外，开展与传统相关的融复合研究，实现了东方学领域最大的成就——汉韩大词典。开发人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内容，培养专家，不断夯实向全世界传播韩流的文化技术土壤。以生命科学、外国语为中心的天安校区，在培养外国语全球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构建与大学生命科学基础设施相关的医学生物集群，通过 BT、 医学、药学、牙医学领域的产学研研究，描绘尖端医疗产业的未来。檀国大学将积极与大学、企业、地区社会开展合作，实现共赢，构建领先的产学合作体系，建设真正的创造空间。拥有扎实的基本功以及相关的体系与基础设施，共享的开放式校园管理，支持各种可能性与创意。作为青年创业的摇篮，不同于现有创业模式，实现真正有价值的创业。在檀国大学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可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提供更广泛的机会，为胸怀更大梦想的学生指引前方道路。与世界交流，引进雄厚的财政支持与发展资金，创造引领未来的特别变化。한국대학교가이올림픽에있어서국가를대표하는선수를만들어내다가쇼출했그다음에스키여기에많은선수를배양을해가지고서는아마전국에서는한국대학교가올림픽메달을제일많이따서기질과그런우수성을다른대학에보여줄수있는기회가됐다고생각합니다通过挑战与创造，檀国大学成就了与众不同的今天，
即将迈向融为一体的新未来。한국대학교는저에게있어서도전의출발점입니다내꿈에추진력을주는엔진입니다저에게한국대학은날개입니다도전과창조를알게해준선불같은존재입니다단국 University paves the way for my future 저에게단국이란후회없는시작입니다韩国大学将一如既往地用坚韧的毅力不断挑战创造辉煌迈向欣欣向荣的明天